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七月。本期游戏视频《逃离塔科夫》，这一把和队友甜蜜双排打储备战，落地点在围墙。本来可以去显卡楼的，但是队友想碰碰运气，看机测邪教房会不会刷好东西。队友捡到一个文件包，我捡到一个滤波器。队友想着我太穷了，所以干脆把文件包赏给我了。文件包给你。滤波器和文件包，小二十万到手。哇塞！遇到一个小刀仔，嘿嘿，调戏他一下。No God! No God! Please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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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刀仔好懂事啊，上来就爬三下。既然你到位了，那我们就不打你了。先卡喽，冲冲冲！他给的东西我们就不杀。有桌布，显卡楼进人了。为了避免被蹲，还是换个点进去吧。怎么？呜呼，舔包！一把 MP9，怪不得打我几枪才掉一点血。来人了！哎，刚才那个刀仔，还好我把枪拉开了，不然这个刀仔没了。不管他，继续填。这个刀仔被我打黑腿了，好惨一刀仔。队友给了刀仔手术包后，我们直接冲进显卡楼。因为刚才显卡楼有人的，所以现在不管这个刀仔了，遇到人直接打，以免因小失大。楼上落脚步了，先听一会儿脚步。旁边来人了，刀仔吧，是不是吧？这个刀仔怎么还跟着？这没办法了，可怜的刀仔，他死了，太可怜了。但他弹挂里有东西啊。显卡楼的人最后没找到，我就跟队友来打铁球收挂一波，然后向地下撤了。哎，快点过来，嗯。不是吧，还让屋子给我啊，这样的队友我当场泪目。送文件包还送情报，太欧力给了。来到地下撤离点，已经有人拉闸了，但是门全是关着的，感觉有老六出没，还是小心点。人可雷探下路，从前面吗？你们门关了呗。听到脚步了，在我们后面两个人蹲他们一手。丢的，这个老弟是把霰弹枪，我不太敢忙，还是架着吧，反正他队友包在我们这儿。2000 years later。上面估计架完那个口子。他主动上，
不是吧？跑啦！这种地方拿喷子怕啥呀？填包，然后溜溜球。这把储备战很赚，撤了撤了。我是雀，关注我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拜拜。妈的，又回来了。